Hello, Akira. Hello, Akira. 怎么办？我今天的刘海好像很短。Hello, 怀怀。Hello, 阿贵。我今天是不是刘海很短？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我刚刚把它稍微烫卷一点，就变这么短，好呆哦。今天会戴眼镜，一下下而已。因为我刚刚发现好像会反光，因为我有那个光圈，然后好像会反光圈。Hello， 不要逼我。Hello， 博汉。Hello， 叶佩王仓鼠的肌肉还是可爱，没关系。可是我觉得好呆哦。我尝试把它往下，可是又会变不整齐，就算了吧。是不是有一点呆啊？Hello 毛 ，Hello 九蛋 ，Hello 北极星 ，Hello 轩轩 ，Hello 艳红，发型好美。这个艾尔莎的辫子，艾尔莎的辫子，今天比较学生一点。我有两个眼镜，跟同学借的，因为我没有这种眼镜。啊天哪，今天的刘海真的很短哎。Hello 汉汉，嗨，啊谢谢毛的菖蒲。博汉晚安，九蛋晚安，是辫子，对，是辫子，是辫子，可是好像，没有拉好，我没有拉好，没关系。谢谢九蛋的新之冠，谢谢九蛋的新之冠。怎么办？我觉得我今天看起来，那个不太。刘海真的太短，然后牙又乱了，是辫子，对，是辫子，艾尔莎，但应该跟发型没关系。什么 ？Hello Jack，Hello 玉峰，就这样吧，你们介意吗？我刚刚开播前输了很久，然后结果还是这样子，就算了。好了，就这样。Hello， 信伟。Hello， Mina 的爸爸。爸爸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戴眼镜哦，所以我今天戴眼镜，所以你要加十张握手券，带两个。谢谢萱萱的枫叶。这个背景都有看到你，是我啦，我是韩寒。今天好看，谢谢七月。Hello， 林国，很可爱的吗？Hello 过，可是就怀怀的看好你哦，谢谢。所以我现在应该要戴眼镜了吗？当然介意啊，这么可爱。哦，我要福袋嘞，好快哦！我今天是不是有一点白？我觉得我今天有一点白。今天涂口红吗？每次都有涂口红啊。是上次的情况没有啊？现在也是啊，我特别找了眼镜哎。怎么办？我觉得我戴起来真的有一点书呆子的既视感，好呆哦！怎么办？怎么那么呆？等一下，我不能太高，因为会有灯。就这样吧。怎么办？真的好呆哦，呆呆的感觉。我就戴一下好吗？等一下换别的。啊，我不适合戴眼镜啦。我有截图吧？两个打算加二十张，对啊，答对了，就是要加二十张。不哭了吗？恭喜。今天应该不会吧？要被爸爸赶去？对啊，因为他们今天也是要吃饭。Hello 令狐冲 ，Hello Akira，Hello Ice 吗？冰大 ，Hello 冰大 ，Hello 小易，谢谢 Tomo 的闪光星星。这不是韩寒吗？对啊，这是韩寒啊，戴眼镜的韩寒。Hello 静寒 ，Hello 草莓酱晚安 ，Ben，Hello Ben， 怎么办？我觉得有点好笑。Hello 阿明，好呆，真的很呆耶。
反光光圈了，还是有哎、欸。我的眼白不错耶，真的吗？可是你们都在笑，天然呆，戴起来有一种很聪明的错觉嘛。很喜欢吗？爸爸喜欢吼，那记得加握手卷。既视感不是这样用的吗？嘿，不要笑，那我要拿掉了。戴眼镜很好笑，没截图没真相啊。有啦，我有截啦。戴眼镜还是可爱，谢谢 Jack。那我换一个好不好？那个爸爸，爸爸上次说，爸爸上次说我戴眼镜，他要加十张握手卷。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圆，希望比较没有那么呆。这样呢？又比较没有那么呆吗？我的小须须都飞起来了。嘿，啊，这种眼镜是不是要这样推，还是这样推，还是这样推，还是这样推？不是有各种不同推眼镜的方法吗？不要笑我，没有很呆，很像小丽优衣耶。是小丽优衣吗？啊，不用吃，我刚刚吃完了，稍微吃了一下。Hello， 西西，你好，西西，你看我今天的造型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觉得？一直要自己很是没有啦，他还没回来。Hello， 阿龙，谢谢 Akira 的新之冠，我不能太高。谢谢 Akira 的新之冠，太高会反光啊！再一次，什么再一次？哦，这个。不要了，我刚刚做了什么事？反正不止担心。嘿，哦，对，阿贵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哎。你竟然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自己说。你前几天在林杰的留言底下说了什么？你自己说，你说了什么？被我看到了，灯光变成眼球，什么握手卷？就是，哎，对，我刚是不是解释过？很可爱吗？很呆耶。Hello， マジですか ？Hello， 卡丘。Hello 啊 ，Hello 变成新鲜柠檬 ，Hello 西拉库玛，对不起，我把水壶弄掉了。等一下，它一直变成我的眼球。爸爸好厉害，对啊，戴眼镜是有一种粒子的外界智商，真的吗？这样比较有智商。有比较聪明的感觉吗？可是我觉得反而变比较呆。我就说我戴眼镜有一种天然呆的感觉啊。嗯，啊 ，Hello， 有点饿，不会很呆，变聪明吗？真的吗？变聪明的感觉吗？这个不是都要这样戴？好，我不适合，我不适合，不要。爸爸不能骗人，对啊，不然我等一下又哭哭了。我今天都戴了眼镜，这个可以吗？那就戴这个了，不戴圆的。学哭吧，怎么了？我希望你不戴眼镜。好了，我知道，其实我知道爸爸，但是我还是为了你特别找了眼镜。这超可爱，真的、哦。谢谢汉汉。其实好久，我觉得汉汉很少留言诶，可以多留一点吗？汉汉。书生汉喊喊，书生喊喊。Hello 安娜姐姐 ，Hello AB Fly， 谢谢阿龙追踪。这副比刚刚可爱，那就这副吧。就是真的有点呆呆的感觉。谢谢米哟，可爱不好说，就是很呆。眼镜也太可爱了吧，这是同学的，因为我平常不会买这种眼镜，我觉得我戴起来有一种呆呆的感觉，可是因为爸爸说会帮我加十张握手，就是我戴眼镜。爸爸说话算话哦，爸爸。谢谢 AB Fly 的好多枫叶，谢谢 AB Fly， 谢谢 Akira 的新之冠，你有我也爱你。谢谢佛汉，谢谢 Akira。
啊，你们要不要截夏日祭典的那个？不怎么样，就你自己。真的吗？所以就是不好看嘛，嘻嘻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今天的脸好像太白了，然后没有照到脖子，脖子有一点黑。小秘书造型，这样推，这样推眼睛吗？这样。你们都怎么推眼镜啊？戴眼镜好看吗？我觉得戴眼镜很呆，真的很呆，很像从漫画里面跑出来的。为什么漫画的眼睛这么小吗？阿贵，阿贵，你不承认吼？你不承认吗？今天，对啊，今天我觉得这样比较有那个，这样比较有学生妹的感觉，就是比较学生，对，比较学生的感觉，有没有？这样有比较学生吗？有吗？要怎么推眼睛？这样，这样推比较帅的感觉。谢谢 Akira 的 Love You， 等一下，我不一直让它变成我的眼球。谢谢 Akira 的 Love You。韩寒也要接每日任务了吗？每日任务，眼镜好，眼镜好，真的吗？你们喜欢眼镜吗？这样子，不戴还是天然呆是怎样？所以戴了有比较聪明的感觉，还是比较天然呆的感觉？用房间的灯，我刚刚关过了，变很黑。本来就天然，你们怎么都说我本来就天然呆？我没有天然呆，好不好？戴起来很聪明吼，那就好。戴起来聪明就好，有为我的智商加了一点分。来，蒋丹老师，还好耶，我还好。觉得当老师好像很辛苦，当偶像就好了。啊，我一直在整理我的头发。Hello， 爸爸，你怎么跑出去 ？Hello， 丽丽。韩寒老师，作业没写也没带。你作业没写也没带，我的棍子呢？我的棍子，作业没写也没带。那个操场十圈。这个有度数，这个没有度数，这个是装饰的。装饰的眼镜。汉汉注意涵，对，没错，汉汉，我在用流刺网开始勾了。等一下，我的眼镜真的有一点，还是你们觉得要拿掉？还是今天就一整天都用这个眼镜？所以汉汉要常常留言。我没有卫生纸耶，可是我的鼻涕有一点快流下来了。多留言，没错。现在时间19:10，哎，13分，我延迟3分钟，好像还好，好像还好。我偷偷擦个鼻涕。还是我回来了，这样比较聪明。谢谢仓鼠的肌肉的闪光星星。仓鼠的肌肉是叫什么名字？我可以。知道你的名字吗？因为仓鼠的肌肉好长哦。Hello， 想好戴眼镜的天使妹妹，我都不能直直的，就会变这样子，有一种斗鸡眼的感觉。这个眼镜没有度数，为了十张我手绢同学没有，不是啦，这个是装饰的眼镜，那个猫猫也会戴的。你彩姐，你干嘛跟我借眼镜？这样不是啦，啊，就这个就没有度数没，而且它有两只啊，这个很便宜的。可是我不买这种眼镜的。其实还是我应该把那个镜片拆下来，就不会反光了。哈哈，留的算数，那哈哈留很少哎，还是你一直以来画都这么少，十张太少。这个眼镜太棒，所以国树喜欢戴眼镜，然后短头发。是吗？两副眼镜是20张，没错。哎，不对，阿
鬼，等一下，我为什么要帮你拍手？我们账都还没有算清楚哎。你上次说什么？你真的不想承认吗？已经结完了这个吗？不要不要，我不要再做一次了，就这样。还是这样子盖，这个移过来一点，然后这样子，但我脸可以回正一点点。眼镜涵涵比眼镜面面可爱，可是 Magi Desk 不是推面面的吗？你怎么这样子讲？中间推啊，不然嘞，帅帅的感觉。可是真的有很多种奇怪的眼镜推法，还有这样，还有这样，然后还有这样。这个好像是中二推法，中二推法。还有什么？哎，真的有人这样扶哎！漫画里面，好像觉得米优的朋友，米优的朋友很帅哎，我觉得很帅。可是他是女生对不对？我觉得他红色头发很帅，用手推眼镜，嘿，我当然知道是用手，只是问你们从哪边推，就有些人会这样啊，对不对？有些人会这样，啊，我平常是这样。好像学霸是不是这样也比较聪明？那我以后就戴，不要了，有点呆呆的感觉。我觉得真的有一点呆呆的感觉，这样看起来更天使人，人畜无害一点。真的吗？所以我平常很有害吗？为什么还找得到我班？他说摸摸看，嘿，爸爸，你不能逃避了。截个图好像没有喊，好，截图。我觉得戴眼镜不适合笑哎，是不是笑了就没有学霸的感觉？如何？可以吧？100分。100分，截完了哈。国树，你截小迪都很漂亮，你帮我截漂亮一点。Hello Red，Hello Yao，Hello 春梅，谢谢 Akira 的真情告白，死都要拖一个，不行，不能，爸爸不行，你答应我了，需要帮高调。好了，不要跟面面讲，给 Magi Desk 一个机会。谢谢喜乐库玛的菖蒲。哎，现在的那个是菖蒲吗？拇指加中指，这样。是北极星，你平常这样推眼镜哦。阿K的中二姿势，啊，要跟士大夫说跑掉了，说，等一下，你们刚刚在截图，所以跑很多留言呢，一下就不见了。哦，有了，找到了。二单直接拿你的券给他，没有啊，爸爸。哦，也是啦。可是爸爸很好认，拿20张给爸爸。谢谢西西的掌声鼓励，记得大涵涵是我的，啊，嗯，是吗？是吼，是吗？我可能看错，我等一下再去确认一次。下次直播如果我确认到了，就阿贵就死定了。Hello 过客 ，Hello 卢飞梦。没见过这么美的同学，这样比较像同学的感觉。才刚开始，我的眼睛又要有眼泪了。等一下，我刚刚是不是用瘦脸被发现了？
么留言突然跑那么上面？谢谢塔瓦哥的星之怪，谢谢塔瓦哥。哎呀，啊，为什么留言乱跑？灯关掉就好了。不是，哦，不是在上面。谢谢西奥库玛的那个应该是奖哦，谢谢威尔森的奖。Hello 威尔森你好，我刚刚没有看到你耶，然后我的留言直接不见了耶、yeah! 我找不到留言呐、啊，去哪了？刚突然跑到置顶耶，哎呦，为什么镜头越来越远？好了，我直接从下面开始看。用食指推镜框，这样吗？这样子。韩寒戴眼镜从美变更美，谢谢志宏。所以你们都喜欢戴眼镜的吗？谢谢上平。喜欢短发眼镜，但是还有额头，我额头不行，额头没有办法满足。耳环是爱心，眼镜怎么没有爱心？眼镜真的没有爱心耶，这样子。你看我在干嘛？探头怎么了？今天是眼镜娘，没错，今天是眼镜娘。啊，怎么办？我戴眼镜好。好讨厌，它会一直反光哎！我直接看下面的留言哦，中间有一段可能没有看到了。谢谢傅伟的好多菖蒲，好像又延迟了，7:18哦，19:21，4分钟耶！谢谢上庭的涵涵，好可爱，学霸。100分，学霸100分，嘿，为什么不能用另一个霸？就真的学霸。Hello 爸爸，你为什么一直跑进去又跑进来又跑出去？今天像姐姐，这样像姐姐吗？可是姐姐平常也没有戴眼镜。嘻嘻，个傲娇，真的很傲娇。爸爸，你刚刚去哪里啊？刚刚偷偷写渐渐好可爱。好了，渐渐。嗯，好了，渐渐很可爱，这会不会有点牵强？好了，渐渐很可爱。谢谢安娜姐姐的勇气。刚刚要出口，爸爸，我现在讲三遍了，就是要握涵涵20张，因为我有戴两副眼镜。OK 吼，你现在有听到了吧？忙到刚刚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开始，20几分钟哎，没关系的，卫生。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吐了？为什么你们最近都吐了？是因为那个累积吗？今天留言延迟多久啊？不知道哎，5分钟吗？谢谢上庭，谢谢上庭的好可爱。现在19:19，真的5分钟哎。什么叫你很好认？穿全黑眼好认好不好，爸爸？阿贵收到死亡威胁，谁叫阿贵要乱留言？你在乱去浪嘛？真是的！谢谢米欧的蓝色应援棒。见过更美的同学是谁？阿杰吗？是阿杰吗？下巴尖尖的，这是美颜还是我自己的下巴？挑挑看，下巴可以刺死自己。我觉得戴眼镜有点那个，戴眼镜有一点瘦小脸的功能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戴眼镜有一种瘦小脸的功能。今天的发型自己用的吗？谢谢。谢谢威尔森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个辫子，这样比较有学生的感觉吧，有吧？推眼镜，学霸推，学
学霸推眼镜。今天是学霸，我讲话也要很有文学素养。可是我的刘海很呆。对，我今天是学霸，我今天是学霸，聪明的学霸。谢谢希洛克玛的奖，谢谢威尔森的奖，不止爸爸还安排认识的范特特都告诉斯大夫强制给捐好了。啊，哎，对，酒蛋不用哎。那我真的应该跟那个工作人员好好商量商量了，商量一下爸爸的。哦，我刚是不是揍了雪莉美一拳？传了留言往上跑的规则，我看不太懂。谢谢威尔森，不是，谢谢北原神推的奖。我没有看得太懂北极星，可不可以再解释一次？Hello 傅维，今天眼镜还真的好 QQ 啊！安娜姐姐也好 QQ 啊！安娜姐姐也好 QQ 啊！谢谢金柚的 kiss 啾啾。等一下，留言跑掉了，对不起，我找不到。Hello, Maji Deska， 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这样比较 QQ 吗？好 QQ 啊！哦，对吼，王子是不是说他今天要考试啊？所以不能来了，不要装 QQ， 嘻嘻嘻嘻 QQ 吗？尚婷怎么一直说我很可爱？谢谢啦，谢谢，念一下这句配合动作，来个信任游戏，戴上眼镜，请相信我，拿下眼镜就不要信我，拿下眼镜什么意思？还是什么下眼镜？目前还在上班，好，辛苦了 ，AB 胡赖，辛苦了，认真上班哦。嘻嘻，装可爱，戴眼镜突然很像姐姐，很像姐姐，戴眼镜很像姐姐，可是姐姐没有戴眼镜，你们怎么都说我很像姐姐？哎，阿贵，你怎么删了？其实我有截图。你逃不掉的，学霸系韩寒六连排，学霸系韩寒，但最重要的是推眼镜，还有这样，学霸嘛，学霸当然是要拿一本书啊，来看看。学霸的书嘛，学霸的书，没有书，有学霸的书，哎呀，不小心掉出来，学霸的书，好好笑哦，学霸认真看书，好像不太好看耶。还有学霸装可爱，还有什么？学霸嗨，学霸拉辫子，学霸戳，老师打人。老师，我记得那个国小上安亲班的时候，老师都这样。为什么没有交作业？手伸出来，他都这样。等一下，我又有眼球了。六连拍了吗？眼镜，谢谢傅维的韩寒眼镜超 Q。拿来好认你的大作业，那我觉得你还蛮好认的，西西也很好认啊。林一喜欢。哦吗？哦，
今天竟然这么可爱，谢谢北原神推。你们都喜欢眼镜是吗？都喜欢学霸寒。为什么林一喜欢呕吐脸？健健，我当然念得到你的留言啊，只是我刚刚真的有一点点那个，就是有点没有，就中间有一段没有看到，因为我延迟太久。不是本来就是学生，是学生啦，但是这样比较有学生的感觉。这样有吗？韩寒推不能到处让那，好了好了。我就说我只对阿贵妻管严呐、啊，看我是什么脸型，圆脸戴错卡，眼镜脸更圆。可是我刚戴圆脸，你们圆眼镜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跟着这样绑超气质，谢谢。这样可是这样没有那种，就是学生然后坐在你隔壁的学生的感觉吗？哎呦，乱掉了。这样没有，就是坐在你隔壁的学生的感觉吗？今天眼镜是有度数，今天不是眼镜没有度数的。今天韩寒有点抖 S 的感觉，是因为是像老师吗？所以有抖 S 的感觉。没有，谢谢小爱的 Love You 跟玫瑰。学霸寒，请问电子跟电动有哪些交互作用？电子呢，就是正电荷跟负电荷。结束，我不知道啦。谢谢翔翔追踪 ，Hello 彼岸，不是每天都抖 S， 我哪是？今天发型是一家公司头，一家不是双马尾吗？不是，不是啊，一家不是双辫子吗？一家不是单辫吧，它是双辫。刚刚造型没不要啦，到时候姐姐又生气。我不是暴力的学霸，我只是不小心这样子，就这样子不小心打到而已。谢谢北原神推的贵族玫瑰，谢谢怀怀的奖，谢谢北原神推的好多贵族玫瑰，谢谢想翔的枫叶。原来平常只是读书，直接跟工作人员施压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爸爸不会买20张握手券啊。你会买，我就不跟工作人员讲了。你确定你会买吼？今天眼镜，这个眼镜很可爱，刚还有一个圆的，但是他们说不好看，他们说这个比较好看，所以我就戴这个。学霸的感觉，哎、欸，我电脑为什么断掉了？好了，我转好了。谢谢金柚的 kiss 啾啾。赶快帮王子加油打气。好，跟那个王子说，可是我不会讲那个粤语。跟王子说考试辛苦了，加油，祝你有个好成绩，耶、yeah! 王子是要考什么啊？考大学的考试吗？为什么？什么 QQ 没有？不是啊，刚刚阿贵跟你不是在说什么 QQ？ 以为你没看到留言就没有，我刚念了3遍。Hello， 阿华，你欠掉。我不是憨憨，我是韩寒。什么？为什么我看不出来我是谁？我就是韩寒呢、啊。今天太可爱了，谢谢林果。性转柯南。不是憨憨，是韩寒。谢谢你很讨厌，居然有截图，要再一次好了。姐姐不在，姐姐不在。没有翻开过。来这里要上课，什么好呆奇呗？谢谢玉豪分享，学霸你这本书有一些嘿，臭阿华没有好不好？我保存得很好，我每天都有定期帮他清灰尘。怎么看都是我的学霸，我是真的学霸，真然后点学霸，真学霸，学霸亲亲，学霸亲亲不能看镜头啊，会变那个眼球。
哎、欸，我这样超像外星人的，就是那种那个机器人，就是那个机器人嘛，就是那个叫什么人工智慧机器人，怎么看怎么学渣，是学霸不是学渣，一开始是学霸，后面变了奶，然后奶奶是这样子。我觉得我今天眼睛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好像很小，这根本只是卖萌的喊喊，是吗？可是我眼睛很呆耶，体罚要告喊，不行，不行告，老师请打我，哈，哈，打了两下，刚刚声音超像荔枝吗？很像荔枝吗？安度，荔枝的哦。栗子的声音就是沙哑的声音嘛，从学生变老师的概念，很像小老师，又关我啥事？让爸爸关我啥事？因为西西握不到握手会啊。嗯，怎么办？你什么时候去日本？已经不知道在念哪了。19:30，哦，六分钟了，我的天哪！嘿，我赶快往下滑。感谢爸爸的10张握手券添购，外观智力加10。对啦，智力有没有提升的感觉？觉得有点像深居里面，真的假的？好害羞哦！真的吗？那我以后要戴眼镜了。好了，不要，不然我每天都会很呆。小孩不打不成器，对，小孩不打不成器。谢谢阿龟的枫叶，可是我如果这样，你们就看不到我的眼球了。我这种同学要怎么上课？那我当老师，我当老师，穿越时空的少女涵涵。Hello， 安娜姐姐，你刚刚去哪了？涵涵老师的课根本不想上，翘课，不行，不行，我不会课后辅导，我会叫你快跑操场。等一下，我刚那个光圈害我的那个气势都没了，我会要你罚跑操场10圈。学霸暴露，我就是学霸、啊、喊老师不喊。谢谢林果的新之冠，电子哪来的正电荷？电子流，我教错了，中子就是，哎，会考完就不要计较这个，中子跟子子在一起，在里面，是吗？是说刚刚涵涵有看到我的解释吗？杯盖，我要放一首杯盖。好了，等一下，现在等广告。电子哪有正电荷？嘿、hey! ，好啦，对，有正电子，好像累个很久。不要傻好不好？没说你要买好了，那10张好吗？我本来想说，就是两只眼睛应该有20张吧，然后结果就10张，好吧，没关系。是这样，我可以接受。傻眼猫咪，不行。那你估盖，杯盖是估盖。工科的职业病，工科是读什么？哈哈，老师来个三连拍。一连拍。二连拍，三连拍，这样就好了。三连拍，差分钟的喊喊喊话，嘿，
臭西西怎么很嗨？谢谢 Akira 的 Love You， 是 Love You 吗？十张有眼镜，二十张可以召唤泳镜。我如果真的戴泳镜，你真的要握二十张哦，真的哦，认真的哦，我是认真的哦。我是认真的哦，我如果真的戴泳镜，就小丽游泳要握二十张哦。我先截图，我先截图了，我截图了，不能说话不算话哦，我截了，正直是存在的啊，我不喜欢理化，我不想要学理化，啊，不要西西不要走啊，对不起，这台有时差吗？对不起。对不起啦，时差十分钟。可是他留言跑出来真的很久哎，谢谢副委的人气选票。Hello， 忍者联盟的毛怪船长，9:35测试一下，没有，现在六分钟也没有十分钟，没有，不要啦，不要走。最快暑假，最慢就新开学的第一天。哦，那你新开学的第一天再去好了。谢谢阿龟的枫叶，不要自己聊自己的啦。啊，我刚刚已经念到底了，是他没有跑出来，谢罪一下。嗯，好啦，谢谢林果的新之冠，谢谢 A B A B C C 的玫瑰。Hello Kevin 先生，你觉得今天怎么样？本来就没有，其实有好不好？这老师就一脸呆，很可以欺负。不行，我会拿棍子哦。眼镜，对眼镜怎么样 ？Kevin 先生，跑操场不错啊，现在路跑很夯。那派你们去参加马拉松好了。阿贵哪有被欺负？电子留言没正电。啊，我的理化就很烂啊，因为八年级的理化很可怕，八年级的理化老师都按 PTT， 好了，不要乱 diss 老师好了。九年级的，但是九年级的理化老师很认真在教。韩寒的这个小老师不及格，要被换掉。好啦，不要问我理化，可以问别的。眼镜控来了，吕冠是眼镜控吗？今天是 student 的感觉。还是 teacher 的感觉， teacher 要加一个棍子啊，但是我没有棍子，这样有 teacher 的感觉。好了，来截个图好了，可是我给你们截图，我等一下留言又看不完了。好了，临时的截图有没有吓到？其实有正直啊，电子的反物质啊，我不想了解这个。医疗用的正直造影就是用这个的，好难，我真的很讨厌理化哎，理化真的很难。那你就别哭诉被欺负，臭头耶，被海涵调走，真的吗？眼镜就被调走了。十张握手会前提建立你不戴隐形眼镜，不行，我平常的眼镜很呆，真呆。自己截图，不行，我上次截了，我今天已经戴眼镜，不行，这样说话不算话。你一开始没有说隐形眼镜。为了业绩、形象什么的，去一边的海海，没错，我就戴泳镜。如果真的要二十张的话，我就戴泳镜给你看。Hello 鱼鱼，为了握手绢不择手段的海海，为了业绩，下次抢姐姐手机不啊？为什么？海海不喜欢理化，只能走文科组。嗯。其实我还蛮喜欢生物的，有点想要读护理，可
可是现在还是先读高中，就是以后呢也可以是护理啦，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生物我还不排斥读生物，觉得还不错。本台时差约五分钟起跳，请自行。嘿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这会赶跑人家。Hello 樱桃吗？你好。Hello 九五熊。Hello 轩轩。什么时候去又不是你说的算，要看签证什么时候好，看过不过得了。那就不要过，签证就不要过，签证不要过。Hello 九五熊你好。Hello 卫生。谢谢奥库玛的 kiss 啾啾，谢谢汉汉的星之冠，谢谢汉汉的星之冠。今晚是眼镜彩节，谢谢。有学霸的感觉，有没有小玉的感觉？小玉，就是小丸子的那个小玉，就是辫子，然后小玉，有吗？小玉。知道我说哪个小玉吗？快离开学校，国安老师。没有，我没有讲他是谁，虽然有误猜，但可以看就好了。辫子好可爱，谢谢外甥。应该问涵涵有哪科强，国文啦，国文好一点，文科好一点点。马拉松吗？现在谈我们班导也有去跑马拉松，我觉得他很厉害，而且那个他跑，我不知道跑多少，可是很厉害。有眼泪了，是游泳选手的感觉，这样是游泳选手的感觉。傅伟晚上好，有眼镜勉强多换一张，什么还要勉强吗？ Kevin 先生太过分了，还是原本是30张，然后有眼镜所以勉强握31张。觉得不行，这样有失公允。什么公允？截图的留言可以略过，好好，略过略过。说自己是 teacher 的才觉得太可爱，我是 teacher， 我是 teacher。今天谁没到？今天谁没到？没到的举头。谁没到？要点名咯。好突然，真的吗？出院了。谢谢大家，可以戴隐形眼镜，没镜片的镜框。可是这是同学的，我自己没有眼镜。30张能有什么福利？你握30张，搞不好就有福利了。20张就有眼镜啊，所以九五学要握很多张吗？杯盖，你不要装傻哦。我刚刚有截图了。读护理你的成绩够吗？护理不用很高吧？护理要很高吗？考虑生医，生医是什么？粉丝要被拿来解剖了吗？要当泳装美少女吗？可是那要戴泳镜吗？刚刚是说戴泳镜有20张还是30张？20张，我不要自己讲，你好像是20张。46分，3分钟，我快追上。眼镜 ，Lingo， 对 ，Lingo 有戴眼镜哎。Lingo 的眼镜是有度数的还是装饰的？好像是有度数的，是吗？可是这个眼镜害我的头都快扭到了，我都快落枕了。我要一直这样子，我就要一直这样子，我不能这样子，害我这边好酸哦，快落掉。谢谢阿华华的枫叶，护理觉得病人会伤更重。被留刺王吗？所以阿贵，你现在在说你被伤很重吗？谢谢阿福的枫叶 ，Hello 飞鸿，谢谢阿华的菖蒲。签证不过怎么办？好好好，对不起对不起，
对不起。啊，可是我不想要西西去日本。涵涵超可爱，谢谢博翰。Hello， 涵涵。从栗子影片中，什么？梨来了吗？梨出来了吗？什么？有像爸爸生气时的小玉的感觉。不要再拍了，你不要再拍了，什么？笑带，好像从小丸子变成小玉了。我是小丸子吗？我不是小丸子吧？又哭了。对啊，臭爸爸害我哭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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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不是我的车。还在播吗？48:48，三分钟。涵涵的同学参加马拉松是42，不是，是涵涵的老师，现在的班导。可是我不知道他跑多少，可是好像跑蛮多的。小玉平常看不到眼镜，涵涵要一直让眼镜反光了。哦，看不到眼睛，那要一直这样。好呆哦。Teacher, teacher. 举头，没到的举头。欸，我发现真的是留言自己延迟的好不好？我明明就有跟上，是他自己很慢的。我刚刚已经念到底了，他才在那边而已。啊，就没来是举屁头。不是啊，你们就是帮他们举啊，不是大学生都会一个人点十个人。你是要出草猎人头？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就是原住民嘛。哪一个族？塞夏族吗？塞夏族？什么？出草？留言有声音，老师请的，大家都没到。举头望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夕阳无限好。哎，那是什么？有一个是那个低头吃便当。带同学的眼睛不会，这个是没有度数的眼镜，装饰的眼镜。还有一个圆圆的，哦，我打到脸，圆圆的。还有一个圆的，先握一张体验，看到后面再决定。那我建议你可以握两张，不然你会后悔。什么截什么图？刚刚截夏日祭典的图啊，是看不到眼睛。我知道，这样子。看这次不好吗？好不好买？上次的超难买，没关系，你们一次买多一点。泳镜不是重点，要戴泳帽。要戴泳帽哦，那还是算了吧，有度数的而且很重。可是我觉得那个令狗戴起来有一种可爱可爱的感觉，就是那种那个好学生的感觉，经典好学生，就是老师说什么都做什么的感觉。需要推你晒太阳，臭西西，西西你真的好烦哦，不要推我晒太阳。为什么要推我晒太阳？高中职护理科录取的分数好像还不低哦，还不低是多少 ？Hello， 安娜姐姐，安娜姐姐刚刚去哪了 ？Hello， 陈恩，很享受被涵涵施压，最爱涵涵了吼，就是不是爱一家吼，就是我昨天看到的是假的吧？对吼，万一以后 TPP 翻唱本家的泳装带涵涵怎么办？那也要我先上选拔。我要努力上选拔才可以选得上，我要努力，然后才可以选得上选拔。这不是你想不想就能决定的，小妹妹。好啦，西西乖，西西祝你签证通过。摸成员出镜，最怕的在阿杰贴文里，就算阿贵想上，我也截图了。
这个话可以乱说，言不能乱流。想看泳吗？不行。出镜有看到，大家都有看到。阿贵，你逃不掉，摸手机萤幕来的，给你摸，给你摸。摸好了吗？因为栗子说她是姐姐，梅子喊是哦，对耶，对吼。可是我今天是小玉，小玉，所以我真的觉得戴眼镜脸看起来好像比较小。为何看到六眼偏见？六眼，四眼而已吧，在小看我们大学生，不是吗？当老师是，好，对不起。怎么知道大眼？不是大学生都会这样子吗？对不起，我的眼泪要滴下来了。不是大学生都会这样子吗？就是会打电话说，我今天想睡觉，帮我点一下。然后就会你们就会坐一个位置，然后老师说西西哟，然后再来是换谁？阿基拉。然后西西就跑过去阿基拉的位置说哟，不是这样吗？已经甩你几条街，连我们车尾灯都没看到。是什么年纪吗？摸手机有画面，原来是老师呢。他的体力真的不错。对啊，我觉得很厉害。怎么可能带点是？哎，是签名吗？不是都是老师点吗？摔倒的时候就会摸一下。十年前就改刷卡点，真的假的？那我看看想买多少握手券。哦，30张。好了，20张。学校太先进了吧，好厉害哦。戴圆框眼镜比较像侦探。可是这个是柯南的镜框。哎，柯南的镜框是这个形状，只是它比较大一点而已。好学生，对啊，因为令国就是好学生的感觉。那天绿草地的约会，我看你就是坐得很挺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保持你的微笑，就超像好学生的。刷学生证，还推安娜姐姐晒太阳吗？为什么安娜姐姐要晒太阳？对耶，苹果要晒太阳才会比较好吃。还没问题。这个真的好好笑。不是快绕着好心跳。好啦，对不起，我刚因为留言那个太久了，太久之前我就看不到了。学生证只拿来进宿舍，学校全部学校都是。啊，我还真的不知道大学生都怎么点名的耶。我印象中就是会一个人帮忙带点10个人。谢谢阿贵的眼睛业障重。住宿舍用学生证刷进去吧。已经被你家仓鼠预定推了耶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没有兴趣推爸爸的轮椅，好不好？这个就让给 Mina 推，我推安娜姐姐的好了。但你离学生很久很久了吗？偶尔也可以装一下那个学生嘛，偶尔也可以假装的，假装自己很年轻。办 QQ 没有，上课也是要刷学生证。诶，所以跟我们现在上学都要逼学生证是同一个道理吗？就是逼学生证就知道你有没有来了是吗？摸一下就滑到下一个主播去了。哦，不可以乱滑。你家仓鼠不会管严，可是我管严耶。学校没有乡下最好那么先进，谢谢乡下吗？放弃什么？学校那么有钱。阿贵，你觉得辛苦吗？我不小心又打到学历耶。仓鼠连追踪人数都知道耶，什么什么的追踪人数，
没有放弃，他还会吃醋。真的、哦？哎，所以爸爸抽我的纸笔，还是你抽到我的纸笔？刚好抽到我的纸笔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？虎科大更乡下，虎科大在哪里啊？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大陆痴，我不知道哪里在哪里。Hello 七七牛，酷吧 ？Hello 七二四企鹅，那个人比较特别，早上叫室友帮刷卡，那所以那刷卡比点名更方便啦，就是你叫那个人拿你的学生证去刷就好啦，好聪明哦，这根本是学校造福学生哎、欸。戴眼镜焦点就往前了，脸看起来有效哦。可是这个眼镜没有那个哎、欸，这个眼镜没有度数也会吗？有一次帮八个人点名过，那八个同学是懒得上学吗？那怀怀很乖耶、欸，抽海涵纸，爸爸给你一个掌声，你是孤盖好吗？爸爸是孤盖，不过茶姐脸原本就很小，没有，其实我觉得我的脸很大，就是正常的人的脸都是这样子，就是大概是这样，可是我的脸还有这样凹下来，就是凸出来，就是有这样子，然后我两边的脸又不一样大了，这边的脸比较小一点，有没有看到斜斜的？这边比较大一点点，因为我好像都用这边咬，所以这边就咀嚼肌比较大块一点，不知道要怎么消掉，因为好像也不能用按摩恢复。老师很聪明，发考卷当点名，收回的时候没写就是没发到，哦，没到，那你可以叫同学帮你写啊。哎，一般很多个人嘛，如果很少个人就不能，可是如果五六十个应该就很容易吧。学校超有钱，我们都还在用签名，那签名也可以叫同学帮忙签吗？ FB 那个，那我要去看，也被搞过，还不要背，背什么？对啊，你是这样啊，我那时候转过去看你的时候你都这样，我转过去看你的时候你都这样子，一直 diss 虎科的说，虎科活动真的会暴露大家 FB， 好吃，就是我很喜欢吃苹果，苹果很好吃，苹果是就是我小时候最爱吃苹果，但是现在喜欢吃的水果更多，就是其实只要是水果我都喜欢，除了榴莲，还有好像就只有榴莲，就榴莲不喜欢。其他水果甜甜的我觉得很好吃，不要被令狗的外表骗，所以令狗是坏学生吗？被盖是坏学生，被盖哦，被盖如果戴眼镜应该看起来也是好学生。令狗要面试，就真的就手还放在腿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放在腿上，反正就是摆好好的，然后没有放桌上，就是摆在腿上摆好好，然后就微笑，然后就这样看我，然后点头，我说话他就点头。有的老师蛮贼的，知道有人点完名会绕跑，下课前还会复点，啊，好讨厌哦。小弟也说好吃，苹果好吃。成员都知道粉丝的 FB 了，那我不看大家的 FB。海涵刚刚说了柯南，这时栗子突然出现，表示柯南在。哦，姐姐昨天还是前天，昨天直播的时候不是穿那个吗？穿柯南的那个衣服，我也有一件基德的衣服，可是我本来，我今天本来要穿基德的衣服，可是我后来戴眼镜，我觉得我今天应该要打扮的比较像学生这样子。
对，阿贵，昨天还是前天，姐姐直播完，她有跟我说你在等我啦。好啦，我给你消一点点，我有消一点点气，就是对于你乱留言说什么一家是你的那类的，我没有那么生气了，好吗？哈哈，刚刚好狠的招，一颗安娜一千，太贵了吧？那我跟安娜换。我跟安娜换，我就有苹果吃了。看老师怎么点名，有的发下去签名，还能每次发考卷收回，真的哦，所以老师都会这样子哦。可是你们偷绕跑的话，老师不是也会看到吗？谢谢九蛋的玫瑰，这价格有点不知道怎么吐槽，我会买单的。还是我们来进这个叫什么？竞价嘛，竞价安娜姐姐，苹果。Hello forever， 什么？不要扣十张啦，那要怎么样你才可以加十张？装脸不像学生，可以装装看。我觉得任何人只要戴上那个粗的黑框眼镜都会变学生，相信我是真的。上学的时候没有先进到 B 学生，怎么讲的好像你很老一样。Hello 老沙，在校园可以看到鸭子，好酷哦！鸭子是那个校鸭吗？是学校的宠物吗？你不辛苦，涵涵在都好是吗？涵涵管很严，不要害怕，这个只对阿贵管很严的。下次换学生气的造型去找彩姐玩。好，那你可以戴那个黑框粗黑框眼镜。追踪人数涵涵不用学查那个啦。追踪人数是你们追踪的吗？直接被退学。没有学生证刷不回来宿舍，只能一直睡觉。什么意思？继续上班去。好，本晚妹子上班加油，拜拜拜拜。谢谢怀怀的我来签到。咀嚼肌发达用一边咬，可是我比较想要两边都是小脸，我不想要两边都大脸。好，这边的脸真的很大，好讨厌哦。低调偷看中。 Hello， 我来开个红包好了。好像有，刚刚有一点欧一点，现在又很飞了。哦，欧了，我欧了，我出狱了。全部都是中日翻译，觉得有人愿意帮你写吗？写什么？哈？什么？什么？写什么？才觉得稍微长大一点，长开一点就不会有差了。什么开一点？眼睛？什么开一点？涵涵大坏粉丝我哪有？哦，原来叫艾文。为什么你的那个头天的 Mina 那么好笑 ？Mina 不会生气吗？艾文。艾文是不是鼠来宝里面的、啊、戴眼镜的那个是吗？艾文还是红色衣服的那个啊？国叔喜欢吃榴莲哦，很多人喜欢吃零。谢谢七二四七儿的星之冠，谢谢。不是今天好多人喜欢吃，是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吃零狗，只要甜甜都好吃。涵涵的名言佳句，只要甜甜的都很好吃。我戴眼镜啊，你还好吗？你有戴眼镜吗？哦，好像有，扁扁的，对不对？是扁扁的，不是那个圆圆的，对不对？对不起。谢谢 Karen 的掌声鼓励。害羞内向。Hello， 叨叨姐，
榴莲也没有办法，我也不行榴莲。我记得有一次小时候去马来西亚玩的时候，那边都是榴莲，我觉得很可怕。然后奶奶还买了榴莲巧克力，就是平常我都会吃的巧克力，就是平常我都会有甜的就吃，就是找零食吃。可是那个榴莲巧克力，它就一直放在那边，放到长灰尘了。我都不敢吃那个。可是榴莲是不是，就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？榴莲好吃，大家都喜欢榴莲哦。小一点点，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 ，a little， 一点点。韩真的气管炎，气管炎。Hello， 小公主，小公主你怎么来了？小公主不是在读书吗？小公主，小公主可以在 FB 都告白了。大学三学分的课很长，是连续三堂课。嗯？哦，对，大学不是可以自己选课上吗？不想被记得就乖乖等到课结束，乖乖写考卷。一堂课是多长啊？45分钟吗？不是绕法，只是上厕所上的比较久。男专题挂念，好，マジですか？加油，加油！三只杯拿来竞标，没办法，因为安娜姐姐感觉可以卖个好价钱。还有推特可以用，哈。可是其实我也想要用推特，但是我看不懂日文。Hello 龙骑士，完全不顾本人的感受。好了，那我收藏安娜姐姐可以吗？买了。我不是，我现在不卖安娜姐姐了，不能买了。志伟晚安。还有推特，告白什么？在听这一首。我们要告白谁？学校养的鸭子嘲笑还会追着学生攻击人抢食物，抢食物。鸭子不是很小只吗？剪刀石头布 ，yes。我今天真的很欧耶，我今天很欧哎，超欧的。我今天运气很好哎。鸭子为什么很凶啊？通常人养的不是都很好吗？刀刀姐，对，刀刀姐，眼镜学生风，没错，就今天限定而已，以后没有了，以后可能是泳镜。这是阿嬷的眼镜，不是，这是同学借我的眼镜。跟日本老婆当然用推特，好了好了，跟憨憨用推特嘛，憨憨。哎，对了，王子，你是要考什么试啊？是考那期末考那种的吗？日本老婆也是用推特跟 IG 跟755是什么？哈哈，欧了，对啊，初吻啦，我初吻啦，可以去调一支装饰用的看看。好，可是夜市不是有那种很便宜的吗？要帮你准备猪脚面，可以呀，可以。允许你下次戳我的肚子，我也想戳，拜托。艾文是芒果哦，不是啦，就是那个艾文呢，艾草的艾的那个艾文，还要跨火盆，帮韩寒接风嘿。日本老婆就有一个，好了好了，啊，台湾老婆有很多个，我们是你的后宫。Mina 是大老婆是吗？谢谢企鹅是企鹅，知识的名字。
且加甜甜的都好吃。哈喽萱萱，零分也算点到名吧？什么意思？甜甜的都很好吃，所以韩寒也很好吃吗？韩寒甜吗？失望了。日本老婆、偶像老婆、女友老婆，哦，哦，有一个就好友，有什么？有一个就好友，飞掉哦，好友第二、第三，所以我是第一个吗？算平时成绩的，而且段考就是考那些。大学的段考不是很难吗？Mina 摆了 pose 让我换掉头像，但还是崩，所以 Mina 也是截图崩的那类嘛。Hello Pokinaka， 谢谢 Pokinaka 分享，谢谢萱萱的枫叶，有够刁钻的老师，真的，还是喊啊好。你懂，爸爸懂，爸爸懂我，很聪明啦。Hello 小杰。毛野爱一前田敦子薰新垣结衣是那个恋吗？就是那个叫什么的，那个叫什么演那个啊？好了算了，就是演那个有跳舞的那个跳恋的那个。一堂五十好久哦，哦，所以国小是四十分钟，然后国中四十五分钟。高中大学都五十分钟是吗？什么龙骑士为什么要脸红？大学是可以选，但有必修，都在早班那种鸟时段。必修都是什么国文那类的吗？国术。推特好像有翻译功能，是哦。哈哈，晚安，要下的，拜拜，阿基拉，拜拜，骑车小心哦。这样也没有那个，这样就没有亮亮的。哇，我终于可以正常了，这样可以正常看了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发现徐若瑄骂你的头贴好好笑哦。台湾老婆潘什么？不是李什么吗？龙骑士被我点名了，尽量不要为难大家，挑早八就都要早八，所以早八的课是老师上什么，就你们就一定要上什么，是吗？就是老师挑时段，然后你们就一定要去上他挑的时段。还有鹅啦，鹅比较凶。有鸭跟鹅，那鸭跟鹅不会打架吗？谢谢 Akira 的 Love You， 你戳我会被出镜哦。是你是不是想讲戳屁戳？我不会被出镜，因为叨叨姐也可以戳，所以我也要戳。为什么我会被出警？攻击我就把它变鹅肉面线，太邪恶了吧？可是，鹅肉，其实我不敢吃鹅肉哎。好像看你头贴，哦，我刚刚看到了，后宫甄嬛传。所以艾文到底是不是那个啊？鼠来宝里面的，现实动态更母汤。日本每一个县一个老婆 ，OK， 所以你有几个老婆？谢谢北极冠宏分享直播间。大学跟高中差不多，有念书就会。哦，看老师，有的老师佛的就会直接考成公布答案，真的假的？还有公布答案哦，还有这招哦。有的老师不爽，给纸来期末中考。哦，我懂了，所以他就是给有上课的学生答案，然后没有来上课学生就没有答案，对不对？然后很难，哦，好聪明哦。反正有共笔考古题，爆肝一下就过。是什么？哦，逃跑可耻但有用，推特也能打中文。看我读什么科？哦，就是修那个科嘛，专修那个科，必修要看科系。哦，不能暴露你的推特。那我去憨憨的留言找好了，憨憨的留言。可是我应该找不完。对，月薪娇妻，谢谢小公主的啾啾你哦。
耶、yeah, 我揪到，我真的揪到了，谢谢小公主，谢谢小公主，考试加油，谢谢安娜姐姐的 love you， 谢谢安娜姐姐，萱萱拜拜，萱萱也是要考试吗？大学当国高中那么认真读就不会很难，但是通常大学大家都想要玩吧，对不对？那大多数人到大学就带读，对啊，就像大学有很多帮忙带点名的感觉，就是，感觉就是很不认真，就是大学大家都在玩是吗？上课就考不过，逃不过统计、经济、会计。资讯就是程式演算，哈，好复杂哦。没有讲错，屁错，你自己口出会啊！我就觉得你，因为你的字被逼掉啦。Hello， 小公主，天日文的必修选修都是日文的，除了其他门会上其他领域的。哦，所以西西在学那个日文。艾文是芒果，好了，艾文是芒果。先跟彩杰拜拜，九五熊拜拜，谢谢你。戴眼镜可爱吗？就今天有的造型哦，要截图要赶快哦。这学期修建户就很佛，只来其中的哈，好好哦。是只有是上这个科系的都可以这样子，还是看老师？上次刀刀姐还要摸你下巴，那我也要摸你下巴。刀刀姐怎么要摸你下巴？刀刀姐对你表示厌恶的表情耶。老师在第一堂就秀答案，他就赶快背。平常去的几乎都是什么？那背答案真的很好哎。大学曾遇过一科老师期中考加一两班没，真假的？所以满分是100分呢？要念高职？没有，我想要念高中。共笔就是大家一起做的单科重点整理，单科重点整理，所以大家会互相交流咯。下次再给你摸，人家不想。谢谢谢谢小公主，考试加油！我要来念榜了，今天我来快速滑一下留言。哎，我肚子在叫了，现在你都在追，我现在快被到了，没关系，我帮你跟你们老师求情。张某湖哦，对耶，公布也不见得好，遇过直接。媒体都吸到手段，配合度很高。高等教育一堆人当去玩的，也是吼。大学已经是很厉害的，很厉害的学历了吗？玩过头就要延毕了，听不懂必修当太多也会延毕。今天开到8:30，眼镜对眼镜只有今天哦，就今天。老师怎么定规则？谢谢西西的我来签到，谢谢西西。Hello 健健 ，Hello 花生糖，我来念榜喽，念榜喽。今天的第一名哦，今天的第一名是王子，谢谢王子，谢谢王子，啊，谢谢小公主，谢谢小公主。小公主考试要加油哦，然后第二名是 Akira， 谢谢 Akira， 谢谢 Akira。第三名是 Jack 吗？对，第三名是 Jack， 谢谢 Jack。第四名是 Tawa 哥，谢谢 Tawa 哥。你不要给姐姐看我揍到雪莉妹，不然她又会揍我。虽然这只雪莉妹好像是我送给她的。谢谢谢谢塔瓦哥，第五名是 AB Fly， 谢谢 AB Fly。第六
六名是希尔库玛，谢谢希尔库玛，谢谢希尔库玛。第七名是 ABABCC， 谢谢 ABABCC。第八名是萱萱，谢谢萱萱。第九名是怀怀，谢谢怀怀。第十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，西西去日本要想我。第十一名是傅维，谢谢傅维。第十二名是阿贵，谢谢阿贵。这个你就不要删留言，就不要删留言哈。第十三名是信维，谢谢信维。第十四名是九蛋，谢谢九蛋。第十五名是金佑，谢谢金佑。结束，结束。大学考都认真。不要再考虑考虑什么，谢谢小爱的 love you。 啊对，还有连声群，你还没看到爸爸的连声群。谢谢变成谢谢柠檬的枫叶，还没上高中就在探讨大学。嗯，就是我觉得大学好像很好玩。谢谢喜乐库玛的 love you， 谢谢九蛋的 love you， 谢谢九蛋的荧光棒，谢谢西西的我来签到跟掌声鼓励。很乖的，谢谢谢谢毛怪船长 ，Hello 安娜姐姐 ，Hello 潘奖，可以截图可以呀、啊，来截图吧。有接到吗？好，结束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今天看我的直播。坏坏晚安，不是韩送给栗子的？对啊，对啊，就是我送给他的毕业礼物啊，就是我送给他的。然后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送我毕业礼物啦，不知道，我没有期待他送我毕业礼物，我没有期待他送我毕业礼物，就只是。一点点，这么一点点，这么一点点期待他送我毕业礼物，没有很多，一点点而已，一点点。嗯，不想你也不会怎么样，我会难过啊。我就在直播的时候一直找西西，我对姐姐的滤镜很厚，只相信你。好啦好啦，塔瓦哥，塔瓦哥专情，阿贵被气管也好可怜。对啊，来日本要跟我一样天天想海海。对啊，阿贵这样很棒，要每天都想一次，每天早上想一次，中午想一次，晚上想一次。我不会看到，我看得到啊，阿贵很好吼。谢谢小公主，前天在混的人，但觉得好玩，过得充实就不会觉得闲闲没事做。嗯，其实大学的课是不是都很无聊吗？是吗？比那个国高中还无聊。最好不要卖给海海，需要哭卖，我等你卖给我，我等你卖给我。只能在脸书亮了，我到时候就找到你们的脸书。肉搜大王，有了。韩寒姑奶奶，大家姑奶奶发现洞，好，我等一下去看。上大学就会觉得大学超无聊，如果不夜冲之类会蛮无聊的。哦，所以我应该要好好玩，还是我要读好好读大学？韩姑奶奶，大家姑奶奶，这么说就是我没礼物就没有啊？我不是这样说的，我只是说我希望有礼物而已，希望啦，期待，对啊，
因为他的毕业礼物我花超多钱的 ，very very， 超多的。潜水，我知道啊，我就看到西西进来了。小公主也每天想喊喊吗？有早上想一次，晚上想一次，早上想一次，中午想一次，晚上想一次吗？有吗？好了，没关系，先认真考试吧。先认真考试，考试加油哦！教魂哦，教魂。我在家好了。哎，浓眉不是有去日本跟阿贵一起吗？每天只想一次喊哦，可以啊，这个可以。没有啊，杯盖，你不是说要穿那个穿蓝色连身裙吗？大学是自己找精彩的生活，嗯，跟同学一起去玩。才不会出卖杯盖组织成员的，哼，所以希尔库玛也是杯盖。好啦，我不查脸书啦，那你们要，那杯盖要穿连身裙，到时候粉丝可怕。好啦，不要漏收。大学的课我也可以选择什么？好好充实自己。那西西有浪费时间吗？玩能不言毕就好好享受。晚安，好好早点休息。大家晚安，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去言毕。谢谢塔瓦哥啦，但是你不是觉得姐姐比较可爱吗？我的意思是考虑给豆豆看，我也要看，都要住。但是如果上大学是为了方便玩哦，嗯，因为上大学也是拿学历嘛，是吗？好。那就大家拜拜咯，来看一下，雨林平安是谁？谢谢志伟，每天想六次，每天想六次，好，六次怎么分呢？六次没关系啦，想24次，一个小时想一次，是不是要错过截图了？好，那再给你一次截图的机会。这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我是谁，我是谁，我当然知道啊。6月15穿短裙去找韩啊，雪儿库玛要女装来找我吗？要吗？才不穿那件裙子，那我可以借你一件啊，爸爸，借你穿。看直播觉得是吧，是浪费时间，不是浪费时间。茶水表高手 Hello 正红晚安。24次想喊喊，对啊，想喊喊。好了，大家拜拜，记得你只有发一篇现实。姑奶奶王子考试加油，大家晚安。对，眼镜就是今日限定，之后可能没有了。大家晚安，喜乐库玛晚安，阿贵晚安，潘奖晚安，贝盖晚安，汉汉晚安，潘奖晚安，艾文晚安，郑红晚安，北极星晚安。我等这一批留言出来再关。小公主晚安，安娜姐姐晚安，大刀姐晚安。每天想86400，只是一秒钟想一次吗？不用了，真的不用，干嘛这么想看我穿？我很想看你穿啊。的品涵跟林姐 ，OK， 好。不要，什么不要？好，我跟你剪，我跟你剪。头发有点乱。好，下日记点哦，记得6月15号哦。我之后发文，你们要多多留言哦。OK， 好，多多留言哦，留很多言哦，然后找新朋友。一起来参加夏日祭典好吗？
找新朋友一起，就是比如说大学啊，我知道了，就是你去帮那个，就是有人拜托你帮他站，就是帮他点名的话，你就跟他说，那你要跟我一起来参加夏日祭典。健健晚安，大大姐晚安，阿贵，好，你等一下去看一家吼，嗯，晚安。博汉晚安，浓眉晚安，曼吉德斯卡晚安，北原神推晚安，林国晚安。下次是永进直播，对啊，说永进直播的那个人都不出来呢。潘奖晚安，希尔库玛晚安，变成新鲜柠檬晚安。墨镜直播，哎，还不错哎，可是你们就看不到我的眼睛了。太阳玉人，突然，对，突然。下次不戴隐眼，直接戴眼镜，就三十张哦，真的假的？你自己解，啊？下次自己解一定要去对。限定是因为朋友不戴眼镜，不是啦，没话聊，不知道有什么留言，随便留。对啊，西西最近都很少留言，可是我最近也没po什么文。好啦，那下一篇文要破60好吗？会太多吗？Hello， 安娜姐姐，晚安。没问题，再留言找小萌宠聊天。好，小萌宠要多多留言哦。感谢涵涵，谢谢 AB 回来，大家拜拜，晚安，晚安。一起放 Happy， 晚安。大家晚安，小萌宠，可爱的小萌宠，好啦，我关了，大家拜拜。